里是由美赞臣蓝针冠名播出的《大碗仔的夜》第二季，中国宝宝实证乳铁蛋白，加入会员抢先看整片，尊享超强彩蛋、会员加更版等更多精彩内容。本节目由湖南卫视、芒果 TV、咪咕视频联合播出。好，我们现在有请小碎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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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那节目组呢？突然之间的给我们玩一个，哦，写出你心目中最没有两把刷子的两位经理啊？什么意思啊？这做得不好啊？就是业务能力可能经验不够的那一种。哦，那其实呢，我觉得呢，最重要就是被选中的那两位呢。惩罚要惩罚，票数最多的就要做，总之我们下一次的那个经理 ，OK， 好来。最有两把刷子啊？没有啊。最没有两把刷子，想不出来，谁都蛮好。那不开名是谁写谁写是不是啊？匿名比较好，匿名比较好。我选好了。你选好了？除了我之外，谁都不好。那我要写他。很难搞哎呀！哎呀！No hard feeling 啊 ！No hard feeling 啊！我来唱吧，你来帮我记录一下啊。好。获得第一届大湾仔最没有两把刷子经理奖提名的是。你好，我是这里经理，有什么帮到你的？陈小春，潇洒型经理。怎么样？洋气啊！别丢人，别丢人，自己可以丢，可以自己丢，周柏豪，混乱型经理。经理，嗨，经理，等一等。哎，小心洒了。我要洗什么？好，幸好你没有裤子。我要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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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天华，两头奔波型经理。喺嗰边分开有两档嘢要系嘛？谢总，那边有乜嘢问题？非常 OK 啊，我们那边。兄弟们，好客了啊。好客林晓峰，甩手掌柜型经理。这林啊，哎，大概七分钟啊，你卖这个雕塑吗？这林，哎，春，哎，经理，哎呀，经理，华你在哪？来来来来，赶快去干活了啊！这个经理太嚣张了。吴卓羲，指挥型经理。哇，哎，信，帮帮啊，春哥。啊，你。工作态度好，好，其他经理，做经理挺爽的。张智霖，调度型经理。好，现在换一下岗，耀文去卓司那边，卓司就跟耀文换一下岗。哎，您现在跟春哥换一下位置，可以来换一下位置啊。好，现在是一个匿名的投票。好紧张啊，能不能够当选呢？哎呀，对，我也很期待呀。好，第一票，周，周，哎呀，张，张，张，谁写张的呀？你们啊，就是张啊。我投了柏豪跟志霖，其实我投的是反方向的。我觉得柏豪跟志霖是绝配当经理的，因为两个颜值高，交流和沟通能力非常高。第二票，谢，哇，林，第三票，周，陈，马上连胜一遍。天华，柏豪，不会致敬，绝对不是志玲，但是志玲肯定不会吧？
我投了陈跟周，那为什么我会投给春哥呢？就是心里面想的长他了，你知道吧？陈他的时候我在后面看到他，果然被我整了一下。第四票，零，哎呀，张，第五票，谢，哎呀，哇，越来越紧张啊，很紧张，不想输，我已经尽力去做了呢。应该不是我这一次不能输。周，哎呀，输了我，最后一票，最后一票了。Ladies and gentlemen， 零，哎呀，出来了，哎呀，周，哦，林周啊，林周啊，周林，恭喜恭喜，我越来越恭喜恭喜，每人一把刷子，来，掌声鼓励一下，好感动，拿到这个奖。我要感谢我的家人，还有就是感谢我的兄弟们给我这个机会，我会做到越来越好的，好不好？没关系的，我觉得是我当经理的时候还没能够好好的投入，不够凶，不够坚定，然后他们送我一句两句，我就觉得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行，如果做经理一定要。好硬的，硬下去跟他们去拼，对啊，有气息啊，就是好像披风服。OK， 首先我要谢谢湖南卫视、芒果电视，还有就是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啊！我很不服气，所以我要再一次努力，做好我的经理。好嘞，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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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点，好开心，我也我也 ，OK， 开心。大湾仔这次也算是蛮新鲜的一个体验吧，青岛人嘛，挺热情啊，而且很休闲，反正就看到他们很快乐的一种。记得每一顿饭都要好好吃。祝你开心。下一站我们要去黑龙江，你有什么期待吗？很冷，不是一般的冷啊！我只是想去一个没那么冷的地方，但没想到去了一个更会去一个更冷的地方。我大湾仔一路北上。厦门、长沙、杭州、青岛，最后一站来到了东北黑龙江。东北黑龙江真系劲啊！好干净的感觉，那个雪。黑龙江省是中国位置最北、最东的省份，牡丹江更是有雪城的美誉。镜泊湖的美景，热闹的东浦，哎呦，丰收了啊！俄罗斯风情小镇，好浪漫呢、啊。东北的人是非常的热情的，跟他们的交流，贼拉开心，贼拉得劲。大湾仔到大东北，其乐无穷。东北做不好，上午从来不下雪。没有笑容感，在雪上那种感觉，挺过瘾哦。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每个人都变回那个小孩子。这好帅哦，看到没有啊？哇！东北菜量足味浓。我一会儿拿盆子你们上来。哎，来，我得请炕上坐。港餐精致鲜香，东北菜的量和大湾区港式的量各成一派，自是江湖。还挺好吃，还酥脆的感觉，挺好吃的。这个有点甜口的，刚刚的。东北人的性格就是能包容万物，大家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是一种奇妙的缘分。啊，试试看这个气温。哇，确实有点冷啊。
好冷啊！东北真的不是开玩笑啊，有点热，有点热，天气很热。那你一直站在这里一直等了啊？那我们现在去那里？去吃东北炖儿。东北炖儿，炖儿什么？东北炖的什么都能炖儿，什么进去都可以。我们就去看看好吗？好的 ，Let's go。东北人常来，以前是哈尔滨，我去过，但哈尔滨更北的没去过。你有没有去过那个雪乡？雪乡没去过，我好懂啊。现在是零下十九度，零下十九度。我上一次我们过来就是开演唱会的时候，对，我跟阿捞陈总开演唱会的时候。因为常常听说有一些前辈来到黑龙江就是一个成就，对啊，对，你看我的版图啊，对，黑龙江，铁锅炖，来，屋里请，炕上坐。哎，一直在拖，哇，好热啊。我先展示一下吧。嗯，里面我有一件打底，然后再这一件。我不信，你打开，你给我看看一看。哇，你怎么讲人生？哇，哇，哇，你穿五层，那个身还是那么薄啊，很瘦啊。我觉得御寒啊，这里要很多层，很多层。对啊。我最底就有一条发热服啊，拿出来啊，拿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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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看，就是按这个钮了。啊，为什么千万不要按呢？因为一按就六十度，六十度很热的。就为了抢镜头就穿那么多东西。当然了，我不相信里面你没有。我就鱼用裤子。哇，那么单薄的你这个人，然后还有这个脖子，我觉得最重要。哎，这样好啊，哎哎，这样很暖啊，这样行了 ，OK 了。对啊，这样把耳朵包，对，那就好舒服。我的秘密就在那个外套里面。抢镜头，哇哇！抢镜头，哇！哎，输了输了，哎，哇，好暖哦！对，真的不得了，这个啊，这些就是长镜头了。还有就是九个，它不平均的，对于我，哎，就是小了一个。对，哎，本来这里有一个，这个真的很方便，就是九个，非常暖。这难得我们在东北啊，就可以尝到这个铁锅炖。怎么点菜呢？经理。经理，是我吗？什么事？经理，哦，我不是。经理，哎呀，叫我马姐姐就好。马姐，马姐姐，对呀。马姐姐，一个不小心啊，可能啊，你比我们小啊。不能，你们都这么年轻这么帅，我肯定比你们都要大的。吃点东北特色吧，小鸡炖蘑菇，好吧，再一个铁锅炖大鹅。铁锅炖大鹅，我们够吃吗？我们六个人肯定够了，我们东北菜特别实惠的，量很大的。哎呦，我一会儿拿盆给你们上来。哎，哇哇！看人家这个是大鹅，鹅，铁锅炖大鹅，就是鸡呀。鹅，曲项向天歌。这个是小笨鸡儿。那你上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当地的一种特产，它的名字叫榛蘑，山榛。山榛。叫山榛海味嘛。哦。很补啊。啊，现在才炖啊。对呀。炖一个小时。炖多久啊？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差不多。又不能在厨房里面先炖那个山。这种小笨鸡和笨鹅，你必须要纯柴火炖制才能好吃。哦，马姐，你是本地人吗？俺们这旮旯就东北。俺们这旮旯这个，
俺们都东北的，俺们都东北的。哎呀，家人们回家过年了，屋里请，炕上坐，你一来我就乐，你一来就我乐。比方说我是张智霖，应该怎么说？俺叫张智霖。俺。啊，俺是周柏豪。俺是林晓峰。俺是胡卓羲。老嘎的。老嘎的。你们猜猜啥意思？老嘎的，老家的，不对，老嘎的，聊嘎铃，就是排行最小的。比如说你们几个人排行一下，谁最小？他最小嘛，那你就是你们当中的老嘎的。老嘎的，对，嘎的。其实我建议你们上江边去打个出溜滑。打个舌头滑。如果你摔倒了，叫你摔个仰八叉。仰八叉。仰八叉。然后哎呦哎呀，脖子盖给我卡去青的。胳膊盖挂去青的。卡去青，卡去青。东北话是那个节奏好好听的。哦，对对。东北话现在就是最接近于普通话的一种语言，东北话是最好听、最好学的。嗯。你要不要学广东话？广东话。对啊、你好啊！对吗？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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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去过南方大湾区啊？去过。你觉得很热是吧？哎呀，太热了！我下飞机那热气的受不了的。哦，经理，你平常穿多少衣服啊？我们只要穿一个小衫就可以啊。到外面呢？到外面，外面羽绒服啊。就够了。够了。习惯了，习惯了。习惯了，我不觉得冷。杠杠的啊！杠杠的。睡不来了，哎，小师傅有任务，哎，你们两个看就知道是给我们了、啊，是吧？等于给我，先拿吧，你先拿去吧。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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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两。哎，有一个匿名群聊啊，请在大群中发送你觉得这两位经理最没有两把刷子的原因。啥意思？哪两位啊？就是我跟柏豪了。大湾仔们在聊天软件中隐藏自己的头像和名字，在群聊中对最没两把刷子的两位经理进行吐槽。好，吐槽啊！有点力不从心。记忆力有问题，对，太多东西发生了，不要解释。我现在工作就是要解释。什么周总食双头是什么？刷脸？是你，是你发的，是不是我发的？结果我不懂。周总唱歌太大声，是我问题吗？应该是音乐老师的问题。周总没才华，谁谁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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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ttle 一下，谁谁？你以为自己很有才华了？对，还有一点点。林总有点慌，林总做菜太慢。有什么问题啊？谁不慌啊？哼，做菜太慢了，你去餐厅啊。不会一分钟就出菜啦？但你白天那个时候很老啊。哦，是你吗？我也有投你，我也有投你啊。但是就是有点，就好像他说是不入戏啊。哎，做经理真的要处理很多事情，我最怕的数字。78+36。经理，经理。经理，哇，那么慢，就我有点害怕，确实慢，110。Oh my god！ 人身攻击吧。林总太矮了，林总太矮了，哪个发的？出来，这个才是人身攻击啊！对啊，哎呦，我觉得太好了，出来，是谁？真的太好了，太矮的话就我很突出啊，肯定是。以为这样就找不到你出来。
手指头太大，在他旁边切菜都没问题。他肯定是他，肯定是他。太笨拙，那个无知。太笨是你？不是，太笨是你吧？我们全部都说不是，真的是不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呢？很难猜哦。张总用增高鞋垫，哇塞！什么年代还穿增高鞋？然后证明真的没有增高鞋垫的啊！现在，现在不还我现谁在啊？我呀！对对对对这一千几百那么在意啊？你这个，的确我是欠他了，没办法。嗯，刚刚又不讲，我就刚刚又忘记了，对。我要还，但还有几天才过年，搞不好就哎算了吧，也不差那一千几百块，不讲了，慢慢不讲，看也许他会忘记，他也不会忘记啊，那个看我自己有没有可能蒙过去去。我先看一下好没好啊。哇。粉条，粉条来了，咱们也没有忌口了呀，葱蒜和香菜都可以，必须有啊，这个下去呢。来到东北，就不得不尝尝地道的东北铁锅炖。常说铁锅炖万物，五花八门的菜品一锅炖，各式各样的食材在锅里翻滚出诱人的模样，直叫人口水垂涎。好，不客气啊。雞好吃啊，好似唔係薯仔嚟㗎，好似薯仔土豆，土豆很好吃，雞好吃啊。小碎步又来了啊。今天的目的地是横道河子镇。最没两把刷子的两位经理晋升成两个旅行团的领队，挑选各自队员，一组准备晚餐，一组外出寻找食客，带领食客去往横道河子机车库东北虎林园进行一日带团旅行。一日游结束后由食客打分，若两组评分均达到8.5分，便可获得3000元金银奖金。你们两个选吗？我已经选了，就在我身旁两位。我觉得不要我，你还是把我们两个分开好一点。哎，天华哥，哎，你过来吧。好啊，你跟他们一组，那我就有两位大厨了。你算了吧，那你算了。哎，什么都不好。哎，你是经理还是我是经理啊？哎，这个火都来了。要不要猜啊？好，猜。一二，哎呀，哎，啊，你来选。谢总。谢林哥。好。春哥。好。左西哥。那怎么样？谁备菜？谁是导游？备菜。我们这边就是天华哥。我们隐藏食客给我们的平均分。哪一队比较低就要惩罚了，就罚什么大庭广众底下跳那个女团舞啊。最噁心的就做了，最不好看的做，那跳女团舞你不像就，但是我不怕嘛，因为有你带我们跳舞啊。也对啊，也有你嘛，卓西也是跳舞的高手啊，周总也是最厉害的。那我呢？要不要想这个队的名字，然后就口号啊？也啊，东北火车头，山前不会不回头。哇，很好，这个哇，有文采。好，我们的口号就是东北火车头，向前不回头。嘟嘟嘟嘟，我们的口号是什么？东北虎。
看过你一定会。草率了，没有所谓，这个口号不代表赢了输啊，最主要就是我们赢了。哇，看看这里啊，第一次来的东北黑龙江真的劲啊，是，好看吗？好看，好看，好看，好看。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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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我们想邀请你们一起去观光，然后晚上我们就煮一顿饭一起吃，好吗？那得上哪儿啊？啊？那得上哪儿啊？我们是香港人啊。不，我说是上什么地方？我们去那个看火车机械库，那个是历史的遗产啊。对啊，没错。1903年已经有了。知道，知道，我去过。哦，你去过，有可能是你带我去啊。对呀、啊，当然好了，很愿意参加。谢谢，好，一会儿见。哎呀，大会见，大会见，大会见啊！他们都去过，他们就可以叫他，哎，请你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啊，你是领队，他是导游。哎，太好了。哦，我看见有人在跳舞啊。女团啊。你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你好，你们有没有去过一个地方叫什么横道盒子？去过。都去过，因为我们都是本地人，我们要本地人，所以说会经常去。去过，但是没关系，今天晚上我们会做饭，然后可以邀请你们到我们的地方，然后一起吃饭了。行，可以啊 ，OK， 可以 ，OK， 好，好，再见，再见，哇，好开心，他真的好帅呀，哎，前面有两位先生，帅哥，哎，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那个机车好吗？可以跟我们一块去吗？可以啊，不啊，啥事儿没有，我们就出发了好吗？走吧，对，跟其他小伙伴一块，好的。欢迎来到大湾仔的夜旅游团，我叫周经理，大家好。今天我们去的地方呢，就是横道，是不是？横道盒子机车库。机车库。那我们先去那个地方。哎，我在网络上面看过，他们就是拿一杯热水。然后往天上泼，天泼是吧？就轰，好美这样。在东北泼的话，首先你得站稳，站不稳，夸就甩一个后脑拍。哦，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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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句话听懂几个字？听懂，会摔倒啊，是吗？还要往后啊，对啊。我跟志玲哥有一个演员范思琪，他就是东北人，他每一次跟我聊天，我大概有一半都听不懂，然后经常也是在嗯。然后我问志玲哥，原来他也是，我装的蛮像的，对，嗯，一直在跟他聊。所以呢，今天晚上呢，我们吃饭的时候啊，也有另外一组嘛，对，而且有小春哥、天华哥、小峰哥他们一组嘛。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咱们是一伙的。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输不了。我们输不了。太大了。太厉害。你知道吗？志玲。我们这里拉不够8个人，你们能不能帮我多拉2个人？我们已经在高速上了，怎么去找人呢？有心，可是没有力啊！有心，可是没有力啊！哇！再坐下来，我们会不会变成为冰棍儿？冰雕，冰雕啊！哎，走了，好嘞。东北虎，东北虎，东北虎，大湾仔带你看东北虎啊！大湾仔带你看东北。哎，你好，你好，辛苦了，不辛苦，没辛苦，辛苦了，不辛苦。东北虎，东北虎，要不要看东北虎啊？
大湾仔带你看东北虎啊。喂，你好，阿姨。哎，你好，东北虎，东北虎，东北虎，大湾仔带你去看东北虎，有没有去看过东北虎啊？哎，不问等，哎，我在电视上看的。不是，怎么有点小春哥，小风格？对对对，没有，我是张金林，对，张金林。那咱家泳衣怎么样啊？挺好的，最近。快去买包包了，有兴趣吗？我们带你们去看这个东北虎，那必须有兴趣，肯定有兴趣，一定有兴趣。那就好了 ，OK， 一会见，一会见，一会见。东北虎，东北虎，东北虎，你好，你好，大湾仔带你去看东北虎。放心，我们不只是看东北虎啊，还有饭吃，还有。唱歌，还有唱歌，还有差不多。对了，那饭后呢有这个评分的，评分可以稍微高一点，高一点就好了。看表现，可以，没问题，看表现，没问题，没问题。看表现，也对的，也对的。好。两只老虎，两只老虎叫腾腾腾，腾腾腾。是明小凤，我是明小凤，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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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们？哎，啊，太高兴了！陈小春在我们这边东北呢，一般都叫大春子，大棍子，大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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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家来钱了，上外屋地看看去。大春子家来亲，家来钱，家来钱。上外屋地看看去，上吧。外屋地，上外在外屋地来看看呢。对，大春子家来钱了。大春子家来钱了。上外屋地去看看。上外屋地看看呢。对。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在东北要吃那个铁锅炖。锅炖为什么？就是因为东北人。可以坐下来一直聊，啊，对，聊到天光，是。但是刚刚我们六个人坐在那个铁锅炖旁边，还没冒烟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可不可以走了？就没有什么话可以。因为我们没在身边嘛，下次来咱们喝一点吧，边喝边唠。对，你们干一个跟东北人特别热情好客。在东北，不管是谁，只要说来气了，必须得整两杯。让你们气氛非常火。整两杯，要干。东北人他们可以一直聊到天亮，不会把话题就终结。建于1986年的横道河子东北虎林园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饲养繁育东北虎基地，本着放虎归山的理念，一直让东北虎保持野性生活。哇，好帅哦！哇，哇，好帅哦，他们啊！你看他蹲的这个姿态也非常漂亮，你看那大肌肉，目视远方。哇哦，哇哦，好帅啊！我感觉自己像吓小孩，给他们那个老虎的姿态吸引了，很自在，很野生的感觉，看到他们很开心。哎，你看上面那两个打起来了，这上面那两个。打架就叫他，哎，老虎别打架，别打架，火车火车别打架了，啊，真的静下来哦。你们待会不会看到一些比较体型大一点的，就是男的，然后小型的就比较女的，然后男的有耳朵上面是有一个。这个怎么讲是吧？编号就对。哦，什么意思？今年就是他们生日啊，虎年12年一次，
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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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老虎抓鸡。因为大多数的哺乳动物都必须接受野外生存能力训练才适合放归森林啊，咱们就是通过这种投食活物这种方式训练它野外捕食能力的。哦，嗯，这么刺激吗？行，来了来了。哦哦哦哦哦哦，好高啊，跳高就挺精彩啊，爆发力 OK。 哇，哎呦哎呦哎呦，你很快啊！哇，这些老虎的确很帅，每一只的个性很自在。我们人类不要太多掺和他们的生活，你让他们继续成长，继续做大做强吧。谷子，来吃东西。哎呀，完了，它卡上了，卡住了，卡住了。我箱子拿走了。东北虎在整个世界里面是很稀有的动物，希望尽量用我们的力去保护这片大自然，非常有意义。加多了，加少了，完美，好吃。做菜配料要到黄金配比才好吃。对呀，宝宝的奶粉更是如此，美赞纯蓝针，中国宝宝实证乳铁蛋白，黄金配比，顶配保护，给宝宝一生更好的开始。美赞纯。这里是由美赞纯蓝针冠名播出的《大湾仔的夜》第二季，中国宝宝实证乳铁蛋白。本节目由零糖无负担聚会更好玩的动力火车苏打酒赞助播出。动感新青年，一起放光芒，动感地带芒果卡邀您一起观看大湾仔的夜第二季。横道核子机车库由1903年建成，从投入使用到1990年退出历史舞台，呼啸了近一个世纪的老古董渐渐沉寂在密林深处。走进机车库，它就像一本展开的老书，将历史的记忆向我们娓娓道来。好干净的感觉，那个雪。哦，天哪！这就是东北。15个门，每一个大概6到8米高，它里面是一个圆拱形的，所以让我们进去看看就知道了。哇哇哇！哇哦！嗯，这一车脑袋好很大哦。毛泽东号。朱德号。哇哦！我们前面这一艘就是上游型0477号蒸汽机车，1971年投入使用到2009年，投入的时间就跟我出生的。对啊，跟我出生差不多。是一样的。对，跟我一样大啊。已经安全行驶了85万公里，我也差不多。哦，这个是8116。1987年，哇哦！所以以前的人来，以前的人有正司机、小骚儿，哦，他得有小骚儿，天没啊，他内燃机就着啊，哦，他不烧煤，他没有蒸汽啊，他开不了，哦。这就是过去的地皮火车。哎呀，怀念呢！这就是拉货的箱。嗯，对。有的拉煤，有的拉货物。野鸭号又名绿头鸭。绿头鸭。90年代之前，整个中国的重工业全都在东三省。嗯。所以叫中国的老重工业基地。
很感谢他们。还有最后一台，我们把它也研究研究一下啊，是不一样的。这是886，886是1951年最久的这一台啊，1951年。这车有点太老了呢。昊锐元朝保家卫国886。那时候这速度80公里每小时就算厉害的哈。对呀。然后现在的那个机车是多少公里？最快有350、400。然后他们说能实现那种以后能实现那种磁浮。磁悬浮啊？对，600他说可以，太厉害了。所以我们能从一代一代的机车看到这个发展还是很厉害，交通很厉害，对。机车库真的让我大开眼界，我没想过这个火车头哇那么高，那么大，因为现在现代化了。这个绿皮，以前我们从北京到深圳是26个小时，总共50个小时。现在高铁你到北京也就是几个小时啊。你就看这个蒸汽机，中国也是不断的发展，然后一直到今天啊。对呀，一代一代的啊。好厉害，好棒。我这里没那么在里面那么冷。对呀、啊，是在外头，你是有点阳光就灿烂。啊，也是哇，有点阳光就灿烂。好，非常好，说得好，我就是你的阳光。啊，你看到我，你多开心。对呀、啊，多亮啊，你这个橘色的衣服。对呀、啊。为什么跟着你走呢？哇，你就是红太阳啊。对呀、啊，跟着蜜蜂找花朵吗？对呀、啊，开心就好了，是吗？出自内心的开心，不是敷面开心。对，是要真正的开心，老开心。真的没有这么开心的时候。我包里有好吃的，来呀、啊，抢了。什么？有好吃、啊？你自己拿吧。拿出来 ，OK。这是东北的特色啊，冰糖葫芦。好哟。糖，哎，咬不下来了，感觉它。好吃点。哦，这个比较好哎。大冷天要在外面吃小糕，肯定会更过瘾吧。我想吃火锅啊！救命啊！好冷啊！好冷啊！救命啊！好冷啊！真的像朋友一起去玩啊，去拍照啊，对我们没有那种距离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感觉。东北火车头向前不回头。哇，冰啊，这头！哇，唔得好冻啊！哇，脚凉了，那碧水已经出来了。哇，唔得好冻啊！好冻啊！蒜蓉腊肠西兰花，炸排骨，炸鸡。炒蛋。其实我们大湾仔，我觉得是配合东北当地的一些美食，然后去想一下我们的菜是做什么菜。我们希望带给他们一些特色的一些香港的美食。哇，唔得好冻啊！哇，冰啊头！过完新年假期，生活和工作满血开启。新的一年，希望给宝宝最好的保护，尤其特殊时期更要拼保护力哦。特别要注意提升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的保护力。儿梅灿城南针由中国宝宝实证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环境配比，能给宝宝顶配的保护。选奶粉就要认准有科学实证的，更可靠。宝宝身体棒，爸妈就更放心。
这个就是我们吃饭的地方哦，应该是这里西马餐厅，随便坐随便坐。哎呀，另外的一组人，咱们是要跟他们对账吗？不是，也不，你没有什么对账，就是我拿一些杯子给他们，然后水还在烧。谢谢谢谢谢谢。那碗什么那个叫什么吗？敲漆。敲漆。敲漆 ，OK。不是这样，那个什么呢？咱们两个单挑。单挑啊！好久没有人跟我说单挑这个事情。敲到五十算你赢。太简单了吧？哎呦。什么单挑？这个是什么单挑？好，来，一、二、三、四、五、六、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八、十九、二十、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九、三十、三一、八、三三、三四、三六、三八、三九、四十、十一、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七。挑到五十算你赢，太简单了吧？哎呦！你看见我你就开心了。你一眼到来的帅哥干不过我，差一点点。哦。哎，志玲哥来了，哎，志玲哥来了，没有，是直接飞。派气吗？对啊，你来跟他数到五十当赢哦，数到七十算你赢，志玲哥，好不好？你小看我，我是五十，他是七十，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解释一下，坐，你解释一下，坐，周哥。一、二、三、四、五、六、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九、三十、三十一、三二、三三、三四、四一、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八、四九、七七、四九。为什么？我一定是太冷了。对，一定是太冷了。适应不了这儿的环境，有情可原。好了，整个场地都交给你了，我们进入厨房。为什么差一点点呢？咱们也玩点什么？经理。我们经理在，经理在忙啊，等一下。可是真的必须要一点惩罚，我们有没有柠檬啊？那什么是惩罚的东西啊？看着我们东北了吗？醋瓶子拿来呗。啊！哇，好酸呐、啊，这个。有什么好玩？我说一只，我说青蛙，跳井，跳井，跳井，扑通，两只青蛙。跳井，扑通，谁错就喝。OK， 好简单。一只青蛙跳井，扑通。哎，那就错了。他跳一次一只而已啊，对不对？哎，你的杯呢？有什么盖住啊？OK， 怎么还没种游戏规则？那现在开始正式还是试试啊？好，对，正式。厉害啊！必须的。你喊吧，一只青蛙。哎呀，输了，输了，输了！你只能说一只，然后他接青蛙。啊，这么回事？啊，那这个算不算呢？不算。那行，谢谢。两只青蛙，还有水，扑通。三只。又错了。又错了。
可以的，你必须喝一点清醒一下，气死我了你啊！哎，妹妹，你比我还年轻，怎么搞的你啊？脑袋进水了，你也扑通。你不是说挺纯的吗？刚才老开心了，今天。好，我们来。两只。青蛙。跳水。扑通。扑通。跳水。淘汰。淘汰，淘汰。哎呀，你淘汰。我都倒到累了。哎。输了，输了，输了。他的样子。沙嘴。好，往后一点点啊，要淘汰一个了啊！一二三四，非常专注，现在哇，好紧张啊！我不要输。一只青蛙，扑通，跳水。哎，给我一个杯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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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一个。怎么可能这一个？哇！那么高贵啊！哎，我有一个高贵杯。先生，哎，先给我，哎，是82年的吗？对。可可以吗？大湾仔的椰第二季。哎，第二季。试试看。哎，可以。够了吗？够，那么小。够了，够。试一下。哇！好大一杯是吧？好。你在做什么，志玲哥？好舒服的。那回味真的干净。回甘，我尝到有那个木香，哇，好厉害啊！咱们三个，一只青蛙，跳水，扑通；两只青蛙，跳水，扑通；三只青蛙，四只青蛙，跳水，扑通；扑通；七只青蛙，跳水，扑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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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扑通。错，没错，没错，没错，啊，我错，买的吗？买的，有没有面子啊？我以为我会走到最后了，每天都玩游戏，我们打湾仔，遭遇追击在东北这个地方，从来没输过的，我们都。很会玩啊，他很会，他是不是我们节目组里面的人来的？什么都懂啊！我给你看身份证，我们南疆人。我们都是比较安静的，不玩这些乒乓嘛，很吵啊。只要是咱们动的不行了，他们就动了，缓一缓。哎，小东，吴卓熙来了。来了，他在厨房里面做饭。哎，吃反贪污帽是张智霖和李天中演的吗？直接问他可以啊。啊，上集。输了，输了，输了，先喝为敬啊！目中无人呢。我看看菜那方面怎么样啊？好，休息一下。休息。可以吃了啊！10分钟一个菜。酷，开工了。好嘞。好嘞。
好嘞 ，OK， 喂，啲汤系得噶啦嘛，系啊，好嘞，好啊 ，OK， 去啦。没有辜负你们，我们五点半就真的有东西吃了啊！哇，太来了，太来了，再来！哎呀，谢谢！哇，好啊，硬菜在这儿。对对对，来汤。这个汤呢，就是皮蛋鱼片汤。这道菜叫黄金虾西兰花炒香肠。啊，好香啊！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呢？你看有没有饭吃啊？隔壁饭巷哦，别着急，别着急。哇，啊，好忙啊你啊！我们没菜了可以啊，可以快点炒了，他们在吃了，应该没问题吧？没问题，还有多久啊？隔壁桌已经在吃了。什么？我隔壁桌在吃了。嗯，我们那个还有等多久啊？马上。我们很快，很快，别着急，别着急。我都叫了这，嗯，哎呀，因为我很少去犯这个做这个动作嘛，所以有点静静静静的啪啪的呢，反过来的时候，哎。好，先上一个先。呢个形状系咁噶。失败咗。反过嚟嗰阵时候，好。春啊，哎，终于来了。哦，太好了！哇。他这个为什么要整成不是圆形，而是一半的呢？他们出不吃了。好吃。我给你拿掉一半。系，点解煮两份啊？你我头先用失败咗，因为我第一次反过来的时候搞垮了，不好看了，我觉得这个不满意，所以还好我准备了第二份。照咗喎，系啊，冇办法，死掉了怎么办？一模一样的搞垮了，哎呀，我真的有点心灰意冷的呢。哎，还是刚才的不够，我怕再来一份。嗯，又来了。谢谢，慢慢吃，别着急。尝尝吧，来。不给整点饭。嗯。哎呀妈呀！还挺好吃，还酥脆的感觉。嗯，那个火腿它容易形成那个脆焦的面，挺好吃的。嗯，炒个炒好好吃，好吃哈，挺好吃的。嗯。也蛮给面子的啊，这基本上都清盘，留着这点是等下一道菜的。都不错，都不错。等下一道菜。我看看啊，这个拿着那个盘子过来的，就叫我不急。那吃的那么快的他们？对啊，干活干活。好嘞，复杂排骨。我们搞定了，搞定了。干打排骨。哇，快点啦！爆炒排骨，
可以了，小春爆炒排骨。这个可以了，小风焖鸡。有鸡。小鸡炖土豆。这个是爆炒那个排骨啊。这是汤吗？手续汤啊，那个汤也许有骨头。好。要来就来，不够我们再添。嗯，这个菜好吃。这个排骨它做的很好。这有点甜口的。这菜整的有味儿啊。嗯，挺好吃的。骨头有味儿。嗯，这个菜好吃。哎，两桌不一样，你们家有小鸡炖土豆。那边好像全是干货。别吵，小鸡。他不知道咱们东北人能吃什么。嗯，他都是他上那边，我还不敢吃。给你们俩菜，那不鱼吗？鱼头冲这儿。不，我不爱吃肉菜的，我爱吃凉菜的。欢迎杨志。别给我抢啊，这边是骨头。别给我抢啊，这边是凉菜。哎，来牛肉。牛肉是什么意思？就是猪手。啊，你是就是一种自己，不是，这是猪手，我们吃了，凉菜都吃完了，对鱼我们吃完了，明白，不错，停晒手咁样，食晒啦，即又唔系食晒，可能话我哋嘅菜少，又喺个台面写牛肉啊、猪手啊咁样，唔够食。我仲要炸鱼。我哋做一条鱼。成功。成功啦。好咧。好啊，出去啦。OK。年年有你。哇。试试啊。谢谢，帮忙吃。嗯，尝给你。嗯，好吃呀，好好吃。哦，谢谢。嗯，真的好好吃。它那个肉还特别的嫩。干，杠杠的，杠杠的，好吃。是你的心意啊。把它爱心灌进去啊，老好吃了，真的，这鱼真的很好。你基本上都清淡，所有的菜都好吃，喝光光的。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我们那个还有学生。那希望你们都满意我们的。今天的大厨的一个手艺啊，最开心就是玩游戏啊，都没有赢到他，一次都没有输过。对，遇到对手了。是的，遇到对手。东北的人是非常的热情的，我觉得跟他们的交流，贼拉开心，贼拉得劲。东北人的性格就是能包容万物。大家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是一种奇妙的缘分，趁着这个机会认识多一点新朋友啊，大家可以聊聊天啊，很舒服，安心回家。谢谢，感谢，保重啊，小心，拜拜，谢谢，拜拜，保重，拜拜。睡觉之前，我为大家煲一个汤。哦，把里面的材料倒进碗里面，莲子啊、陈皮，我们就将鸭子放进水里面，把它的那些血啊都弄出来，将所有的材料放进那个煲里面，
然后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我们汤包里面的东西了。这个汤包呢很方便的，它的材料的那个分量都已经配好的，两个小时之后就能喝这个汤了。太冷的天气，大家都会软怕怕的。动物会冬眠，冬眠就是这个原因啊，尽量不动。这个水都已经结冰了。天气太冷，你看，早上19度，不止了吧？现在。他们都很能抵冷啊，确实是，手套都不用戴，完全不戴。在我们那一桌那位老师，我们在牡丹江见到他的时候，他都没有戴这个手套，一直都没有戴手套，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坚持。进化，基因都不一样。进化，他们说今天已经是暖了，对他们来说很骄傲啊，已经比较暖了。我们始终是南方人嘛，南方人必须要去三亚了。东北人啊，真的很会聊，对，很热情，大大咧咧的。是早餐那个经理啊，马姐啊，来了，老弟。对呀，很舒服的感觉。天生就是一个爱玩的一个人，所以他们警戒还是很高的，让你舒服，自己有舒服。对啊。赵本山老师是东北人，东北，难怪。宋小宝也是东北，海燕呢？沈腾是不是啊？是。你过来啊！全部喜剧很多都是这里，好犀利。其实看不懂也听不懂，只是听他们那个节奏滴答哒哒哒哒滴答哒哒哒，人看那个节奏滴的，那节奏的变化了，好厉害，他们真的好厉害。好，最紧张的时间来了，开。很紧张吗？好紧张，你们先来。周经理，啊，周经理的服务周到，志宁哥非常亲切，卓西哥的菜做得非常非常好吃，味道5分，服务4.9，哇，总分9.9，很给面子啊。我的菜是鱼生的，超级好吃，博豪哥。很暖心，还会给暖手包包给我，超级好。纪林哥那个老虎，也冷了。说考虑，考虑，纪林哥也考虑的，对，好考虑，考虑很受传，总分10分，哇，那么高。鱼的味道好好吃，服务也很到位，都很棒，有9分。饿了所以好吃，哎，不错啊。好，看看，味道4.9，服务5分，总分9.9。厉害厉害。-0.1，谢太骄傲，就是谢太，他的太太啊，为他的太太骄傲，有谢总。是吗？谢太啊，谢太。谢太骄傲，谢太骄傲。还有就是春哥社恐，哦，小鸡炖土豆特别像下饭神器，这个是10分的，10分，哇哦。另外一个小春哥跟小峰哥风趣幽默，所以我给他们9.8，哇，好高，比我们都高了。小鸡炖土豆特别好吃，9.4跟9.98。好，算一下啊，9.4，不错啊，哎，过了，我们过了，对，我们过了，加油加油加油！我们的那个3000块绝对有机会了啊，9.81，好高，没关系，反正我们都过了8.5嘛。对啊，最主要3000块那个奖金啊，不错，谢谢。哎，收款3000元。好。既然输了，要什么惩罚？
女团舞。好。这里是由美赞臣蓝针冠名播出的《大碗仔的夜》第二季，中国宝宝实证乳铁蛋白。你看我，你来教了啊？还要我？他们自己来吧。现在？现在吗？真的？下季？下一季吧。谁在前面？我呀，我最厉害的跳女团舞了。咩阿乌贝格的咯，系咪？哎。对，嘿呀，嘿，也看看吧。哎呦，真跟我们这个刚才一样。哦呦，哇！哇，太简单了吧。经常觉得好热啊，好热，哇，OK 在哪里跳啊？冰天雪地的当然是好啊，好冻啊，老弟是，好，这位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大佬啊！哎呀！石头嚟喎，喂，好硬喎！哇！春哥那块陨石啊！哇！像我从来不下雪，没有校园感，在雪上面的感觉。我们在这里玩的时候就很开心，我觉得挺好玩的。不行啊，结冰了，哦，鼻子都结冰了。很滑。怎么样？滑了啊！哎呀，先生，哎，打断了。哇，好老油。没事。哇，就这样。哇，好冷。好。哇。哎。哇。你以为啊？有个杯子，那边有个杯子。哇！杯水车身。哇！
佢洗埋佢啦。你倒大落佢唔俾我哋。洗埋佢啦。有。拿过来可以了。有汤啊。增加活来的。哇。哎呀，这个汤啊，滋补补一下大家啊。你喜欢喝汤吗？嗯，很喜欢。从小到大，我妈做很多，很有诚意啊，整个人都暖了。啊，这么厉害啊！我好爽，你汗出来了。陈总每一次拍完之后啊，都劳心劳力的，在房间的时候。不要，跟他们讲一讲。我常常说，就是你看他没有表情，但是他回到房间的时候，就其实就非常关心你们两位。嗯，其实我跟春哥已经跟他们一起度过了几个月了嘛，混熟了。一开始确实很笨拙。他切东西都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去切，担心自己做的不好，因为我真的什么都不懂。他比我想象中没有那么大胆，他的形象啊，有时候很反叛啊，就是野一点的。其实他不是，谁够你啊？你就是最叛逆的，叛逆少年呢。对，我前天在飞机上，我在回想着自己从小到大，我发现自己很不正常。你以为自己很正常吗？念书，然后工作，然后什么，然后我在想，哎，博豪就是跟我反差很大的人，他都很规矩，然后很什么，我觉得你好乖。有可能以前是运动员，你是运动员吗？啊，篮球。对，什么个定义啊？是运动员？喜欢他，喜欢他。代表队，香港青年军，几岁到几岁？21岁之前。几岁开始？十几岁啊，十二。你不要搭他了。这几岁运动员了？那我们以前不是运动员吗？一样。你代表了哪里啊？铜锣湾那边、啊。九龙城啊。这次他们两个来了，真的轻松很多。嗯。我这卓西在那个厨房呢，帮了不少忙。他一来就把你比下去了，有时候，他在厨房的时候，我看见他每一次都是，哎，不如可以让卓西做多一点，然后就后退一点。没有，我在透视啊。真的吗？我觉得天华哥这次有点他变质了。变节？变质了。没有去那么卖力，有没有？卓西分担了很多，没第一集那么忙。你应该是老师傅了。我老师傅吗？其实我来披荆斩棘的时候，我才学做菜，我在香港没有，一点都不懂。不会吧？真的，天才。啊，你在香港没做过菜了？没有，我只有做过一个菜，叫什么？一个姜葱炒螃蟹。啊，好嘢！我来那个几个月，然后学，我不知道我会参加那个大湾仔的夜，我来了，所以可以用得上。然后就其实你在过程当中是非常大胆的，哇，做那个菜，哎，这可以是整个懂的样子，对啊，好像大师一样，对。老师傅呢，入行那么长时间，那综艺节目的第一期玩呢，有吗？这种的综艺第一期玩吗？综艺节目，我真没有想过当它是综艺节目，我也没，所以没有一进来想，哎，以为是一个有剧本啊。对，原来是没有剧本了。我觉得也挺好玩。第一次来的时候，哎，很害怕，哎。很害怕春哥吗？是吗？春哥就肯定的，不害怕的话，我怎么过啊日子？舒服了啊！这
你不怕蟹种吗？哦，怎么他特别尊重？你不用特别尊重我。志玲呢？志玲有尊重啊。我就不要讲了，哎，真的特别不尊重啊。同辈，那个感觉好像。要是不太喜欢他了，你别知道，你们闻到的味道啊。不好意思，我刚开始的时候很喜欢他，他现在我不喜欢他。现在不喜欢。你以为春哥不喜欢你是剧本的，是真实的。这个应该啊，最后喜不喜欢我？哎呀，现在很融洽了，这个。我好啊，我好啊，因为我喜欢他，我好，因为我喜欢他。你喜欢我吗？啊。但不喜欢的原因是，感觉还没完全开，偶尔就，那个，这就是这样，就慢慢自从就杭州做经理之后就就慢慢就觉得 OK。他现在越没有刚开始那个，大姐就没有那种就是大家像一个更舒服了，舒服的人。其实小春哥都不想你怕他，你越怕他，他就越就是觉得你有距离。他也是跟我们一样嘛，就是你没有跟我聊天，是不是不喜欢我？就我不喜欢你，就好像一种感觉。如果多沟通的话，就没有这个事情发生。卓西也是大大咧咧那种人。尤其是开车的时候，你跟陈总的蛮很像的，那个驾驶的风格，风格很像，速度嘛，速度与激情啊，对，就两三站吧，一直都跟他聊，就是没事，我也快点，就我又觉得是应该是这样，然后就开始那种距离就拉近，关系好就是不同的要沟通是重点，对。本节目由湖南卫视、芒果 TV、咪咕视频联合播出。老板娘今天有事，想请大湾仔帮她管理民宿。管理民宿？那个是餐厅的，带客人去看博物馆。那个、古老，非常古老。打扫，做这个糯米饭。我负责弄咖啡，这个岗位不错啊。经理，要不要我试试？我做的不好吗？现在你们这叫虎视眈眈的啊！你快乐，我们就不可以快乐。别吵架，别吵架，不要吵架。OK。啊，干燥。哇，有天分。原始的冰箱啊！你哇，好厉害。哦。到咱们节目湖冬天来呢，一定要体验体验渔民的生活。好。好，渔民馆呢叫冰下小火箭，走你，招火箭去啊！听声音啊，明天走啊，别动别动。哇，很漂亮的一个雪景，耶，真的很浪漫啊。送你一瓣的雪花，犹如心中的雪花，能再偶遇吗？那个气氛，我觉得是可遇不可求的。每个人都变回那个小孩子一样，好开心。成日做从未坐低，中午整个牛肉米，夜晚炖煲猪腩仔，为求做满分，凡事百分百细心，年年甜酸苦辣如谱写人生，大湾仔威武留初心，是天真，明天走不怕情变暗，然后共你重聚看日落如何。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和微博，更多精彩内容敬请。
仔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大湾仔的官方微博，看更多大湾仔营业花絮，上微博参与大湾仔的话题讨论，分享美食和音乐的治愈力量。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娱乐网易谈七社，新闻客户端澎湃新闻凤凰新闻一点资讯三十，特别合作九八度精品书法七连招聘之前一点百度书法太难一代价 Y 直播豆腐美食网易有道词典媒体支持中国新闻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本新网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